前前世，前前前世，追寻一次次轮回，穿越千年的等待，只为满眼是你现实的残骸。爱你千千万万次。等等等等，千千万万次也太夸张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心里一点都不欢喜？明明之前每天都在想他，现在见到了却毫无感觉，是他的情话太土，还是因为他变成女生了？等等，你头发上沾了东西，喏，什么时候掉上来的树叶？太会了吧！也许女神反而更好了，再适应一下，心脏感觉又要跳动了。我还有更大的惊喜要给你。不可以。可以了。怎么上半身是男的，下半身是女的？好奇怪啊！真好看。遇见你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就是这件衣服最好的主人。这是今晚发布会的高定礼服。女艺是谁？你是想我当这件衣服的模特？嗯。这衣服应该更适合女生吧。嗯嗯，千总，我不记得这本书有女二啊，它怎么会有字幕？难道也是 bug？ 带于小姐去试下衣服。于小姐，这边请。稍等，我帮你改一下上身尺寸。好。果然，女人专心工作时候最美，爱了。但是，总觉得缺点什么，为什么没有感觉啊？我知道，你突然间变成女的，一定很不习惯吧？但是你不要担心啊，你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能接受。女人，我可是超爷们儿的。不是。谢谢啊，于贤贤，因为对方变成女生，你的爱就消失了吗？你这不是伤对方的心吗？再试一次，我可以。